备受大家喜爱的三师弟弟吴磊同学现身首都机场。据悉，此次他是新系杀青，从贵州回来。只见他戴着字母樱花白色棒球帽，身穿脊骨樱花黑白拼色短袖 T 恤，下身穿着黑色破洞裤，脚踩 Reebok 黑色充气鞋，一股少年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。当天，三师弟弟虽然以口罩遮面，但是难掩一双温润的眼神。他一路面带笑意与粉丝打招呼，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他也是俏皮的点头、晃动身体，对着镜头比耶卖萌，尽显少年顽皮心性。呆萌的他还在机场走错了方向，被粉丝大叫回：“我说三师弟弟，你是猴子派来的逗逼吗？”还有粉丝透露，因为粉丝建议他要走路挺直，所以三师弟弟一见到粉丝就立刻把背挺得特别直的走路，怪不得看上去有点怪异，分外喜感。